一下层，工，没事没你那事。工很贵。总觉得 always 完了。我们再挖多两个就 OK 了。哇、哦，这个装，这个装，小雨。哎、欸，二零零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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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怕你说是。我还 OK， 我还 OK。啊。我这里。我是 CED， 他害怕我。我干掉他，我干掉他。等一下。我让那边混乱了，我们只要可以继续打。哇。哇，你也被打下来了。没关系，我装备烧掉了。我在炸。我装备全烧。嗯。可是这样楼上就没办法支援了。不啦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！哎，白痴，他射我一下，我就没血了。对，所以我说楼上已经没有人可以支援了。还 OK 吗？还 OK 吗？那要放弃那个地狱门吗？还直接冲岩浆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二零零，哎，二零零在哪里？那个所有的影院，你把钱都拿去那个投资吗？对对对，我去明星，来，去明星一下。二零零，你要走啊？不，不，我去明星一下。哎，他用无敌了。我们去抢。我捡到吗？你去投资。有了，明星成功，明星成功。但没有国王宝石，国王宝石。国王再有升到。你快走，你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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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只要能够稳住这一个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你撑住就好了，你不要剩下。大哥。你只要能够活住就可以了。回去，晕了！对，你只要活着，拜托你什么都不行，你只要活着。我一定要活着。你要活下去，他们没有，他们都还在外面，可以，快点。可以，他们都还在外面，签字签字。有签字，阿克结束了。他们啊，他们也会迷信，可是现在提不起钱吧？对啊，这样不能提前哦。我还要捡到你的无限弓。对，如果他们迷信成功，可是现在提不了款嘛？如果他们预先提款的话就可以。应该没有，应该没有。你现在确定吗？哇塞！接龟苓，没事。好，怡璇，你真的是真惨，不受控制，但没关系，最后你有做事了，我好难过。这个真是电影剧情节啊！反败为胜啦，这什么电影情节啊？太强了！啊，十一杀20-20，我的天哪！可恶！这在演电影呢、啊？好可惜哦，差点呢！知道失明太可惜了啦。我们原本第三天要拼一波，结果一拳疯狂的巫术失败，巫术失败，真的真傻眼，太可怕了。然后最后原本也拿下一点优势，我在上面射，然后那个一拳就一直在迷路的感觉，我就一直在看他，就被你射下去就死了。然后我就说：“天啊，你雷了一辈子，没关系，拿到国王宝石，你回家，你就可以将功赎罪了。我拜托你。被捡到宝石，对啊，被捡到，关键被失明了，可恶，对啊，而且那时候我们就说，赶快去诱惑他们，不要让他们去提款，真的，只要没提款就有希望了。”他是剩最后的一次，脚赌到就真的很狂了，赌到就真的是反败了，真的是演电影情节啊！好累哦，累死了。巧克力，下次不要那么明显哦，不是一拳。没有，他现在这样的版本就是明显一点没差，就拼一波。哎，你那个真的差一点把你炸死。只是我觉得你很聪明，因为你没有说，我就想说。你会不会真的没看到？就继续再等下一波机会。我太了解你了。从地底挖矿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找机会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一直在，你没看到我一直挖得很那个吗？绕很远在挖吗？对啊，你一直回头看我啊，我就一直也装着没事。我想说你应该感觉怀疑我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人的心脏扑通扑通跳，就想说要炸吗？还是再等。所以，我开场不是说我不想搭国王，可怜的国王，真的。哎、欸，那炸一波回去，因为你死掉没有就没有办法用书了。
所以赚到一千分就赚了。嗯，我第一天就完全没想要干嘛。下一盘，不过真的是第一次这么团结。哦，真的哎，我们昨天那把好团结哦。你看小雨，我就说看他很多钱，给我钱，给我钱，他不给我，投他，投他。25块，才给25，投死他。才二十，很好的好不好？还给你25，都要被抓了，有给就不错。我想说，哎、欸，剩小雨跟一拳没有被判断，那一拳应该没差。先来看看小雨的状况。小雨，我反正就在想说，第二天到底应该要，嗯，就第二天到底什么时候要弄呢？然后巧克力就不小心就回来，就说啊，完蛋了，这个人回来就没什么好弄了，算了，再炸好了。再炸，再炸，而且二零你好敢哦。啊。怎么了？你刚有一度冲来我们家、啊，差点死，你知道吗？跑到不下去了。对，刚刚那场真的，二零的勇气也拯救了我们。我们都在追二零，然后他成功脱逃，那拖延超久的时间。我刚刚真是吓爆啊！对啊，我们一直说二零你可以吗？你不行，我们就输了。你是我们的希望。我刚刚吓得不敢讲话了。二零抓尿中，手在抖。厉害厉害厉害！不过刚刚失明瞬间有人去跳岩浆自杀，是不是就会赢了？对，就恢复。可是你就得死一次。而且我说谁拿到宝石，为什么往反方向走？对，因为我以为他拿的。因为当时我砍不到人，我真的以为我拿到宝石。我先让观众来。好。来，观众，刺激之后观众场好不好？想玩的 RC 2747-6019，刚刚那场真的也是久违的这么刺激的场，王国之战有好几场都非常的惊险，有好几场逆转胜，甚至还差100分。但是我觉得刚刚更是一种史无前例的一种难以言喻的辛苦，当然也是自己发泄了很多啊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！来，大家想玩的 GRC 2747-6019，我现在好累哦。啊，刚二零真的造，他这个牵制很多时间啊。来来来，因为刚刚要顾自己，又要顾一拳，那就会变得一心二用，变得很棘手。因为对方的装备武器也很强了，对啊，被刚最后被射下去，真的不应该啊，太不应该。那时候已经拿到优势了，只要没有被射下去，其实就 OK 了。然后刺激刺激啊，想玩的去 RC 2747-6019。啊，今天的题目一样。简单一点好不好，简单一点。等一下呢，就准备来输入在下方的村民队伍，你要在 RC 才会有，好不好，在 RC 才会有。那我就来打一下题目。题目也已经弄好了，大家准备喽，要公布喽，要公布喽，广播。巧克力，刚刚那场杀人跟死亡的数字是多少？我应该还记得，没记错，好不好？哎，没记错，哎呀，考验大家的记忆力啊！因为刚刚有特别说出来，十一杀，二十二死。1122，对，不错不错，有记下来，厉害。哎，你们打在 NoNo Life 的聊天室没有用啊，要在 RC 那里 ，RC， 有已经抢到了，好不好？大家们已经抢到啦，那恭喜抢到。房间的 RC 的房间密码改成这个，不小心跳出就可以用这个回来哦。
然后 IP 跟版本 waiting for you， 等你们啦。哎，二零，不行，潜行不行，会被往后击退啊！这什么天女散花？等一下我改一下好了。他那剑士也太酷了吧！哎、欸，下去了！笑一下，什么鬼？哎、欸，我以为我可以啊、哦，有白名单，等一下 ，list of， 等一下哈。哼，还有一招哎，虚晃，没有虚不特别有，有哦哦破破，为了不让他们看，为了不让他们看到你下去吧，下去啊，喂喂喂，哎小雨你很坏、欸，你不让他们潜行，哎、欸、你这个魔女，他们会弹上去吧？有没有机会弹？哦，这也好恐怖哦！你做了什么？你这个魔女。我没有哇哇魔女，我只有不是、啊、这样，他们就弹不下去了。哇，掉下去了！不要，我只封一边而已，欸、还有一边会掉下去。没有没有，小雨我们会错意了。你要叫我们放潜行了。哇，又掉下去了！好坏，好坏、欸，好好玩、喔。这个是不是那个啊 ？Building Game 那个作者 ？Building Game， 你说新的那一张？那个什么什么力的，对啊。其实我们不太清楚 Building Game 的新的作者是谁啊？是啦，就是我们第一章的那个啊。哦，第一章啊，就那个可以换场地的，嗯、可以换场地。那刚刚讲说那第一章的怪怪的，啊、我们是有点耐射啊，就治疗。棒棒糖也有治疗剑士啊，我有放。你有放很多吗？我看好几个都几乎满血走过去耶、欸。我只有放一点点耶、欸。对啊，就隔几个放一些，有抗性呐、啊，啊有抗性，抗性，对啊，有抗性又有宝石啊，哦、所以很多就回来了。啊，不要为难作者、啊，把抗性拿掉 ，OK？ 没有，其实这个墙不需要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如果蹲下的话，我们就过去挤他，去踩就好了，就直接把他打下去，你这个犯规打下去，犯规抓到，你看这石头人挤他。你犯规哦！你下去。犯规。你犯规，你下去。犯规就犯。哎、欸，你创造哎！帮他们踩箭石啊！帮他们踩箭石超坏的。这么窝心啊！帮忙踩箭石啊！哎、欸，他直接这样子啊！有啊有啊，我正在拿箭石。哎呦，我们好像很好久没有玩中原大陆喽。对啊，你要玩吗？因为刚刚都没玩嘛。对啊。啊，射到人了，抱歉。啊！不小心射到人了。真的射到人了。中原大陆啊！抱歉。耶耶、欸！不是啊，我们没有，我们要玩平原，因为我想到了，上次有想要玩一个。玩什么？玩什么？自然回血关闭。自然回血。我们一直都没有玩过这个啊。Hardcore 的模式啊，不对，不是 UHC 模式。UHC 模式。这样真的不能乱刷。哎、欸，那这样国王一开始不是没有用了吗？没有用啊。没有你，你可以吃金苹果，慢慢的把血充回来。国王也太好奢侈的感觉，感觉国王很危险哎、欸。没有，那问作者啊，那边有这个 UHC 模式，为什么国王一开始没有回复效果呢？还是可以国王发一个治疗药水啊？对哈、哦，对啊，我觉得国王一开始有个回复，回复时间就可以啦。哪个很强？哎呦，哎呦，你好强哦！差一点点。你以为没有人在玩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就来玩 UHC 模式啊！就是踩一下你，没有、啊，其实是故意的。是吗？这国王就要那么卑微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玩自选国王，你当国王。自选国王，你是国王，不要不要。自选国王，你是国王。哎呦，好像有人看到隐藏通道了。嗯，有吗？啊、那个，我刚刚看他回头一下。让他们来、啊，让他们来、啊，让他们来、啊。好了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哎呀。杰克还没选。里面那个怪看起来好可怜。哇！全部缠住，炸
蜘蛛超可怜的，满满的蜘蛛、啊。哎呀，密集恐惧症。那个重点是外面那个是平常的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看到血小板？他们就算在里面，他们也跳不出来，因为没办法跳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、嗯，我看到有一个血小板在里面。嗯，好了，都选好了，选好了。来哦，这个一开始的基础平原，好不好？很 peace， 对，只是是 UHC 模式。好哦，听起来很 peace。怕的 UHC， 哇，不回血， yeah, 小雨是国王，小雨是国王，好羡慕小雨血好多、哦，连血少好多、哦。上次也是我，为什么你有五块钱了？你有五块钱，你五块钱呢？把先开场五块钱，哎、欸，快，急你！